大家好，我是 Shirley Chan， 我是一位香薰治疗师和护肤品的配方师。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做香薰治疗和产后扎肚、盆骨修复等等这些疗程的。在2019年的时候，我在一个机缘巧合的情况下认识了 Atomy， 我了解了这间公司的背后的公司理念和产品之后，我发现原来它和我追求天然健康生活的概念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在那段时开始，我就开始转用公司的 Atomy 产品了。今天我很高兴跟大家介绍 Atomy 新出的凝水焕彩安瓶套装。它在韩国推出的时候已经引起了很大的回响了。究竟我们怎样可以在四个礼拜里面令到我们的皮肤有光泽、紧致和有弹性呢？不如我们一起开箱去看看这套套装究竟有什么魅力呢？好啦，而家就等我同大家去开箱介绍下呢个凝水焕彩安瓶套装啦。咁咧，佢本身咧就系用一个白色嘅盒咧，配合咗玫瑰金嘅 logo 嘅印刷嘅。咁我哋打开嚟睇下先。哇，佢里边原来都系印咗玫瑰金嘅颜色嘅，系我最中意嘅颜色嚟嘅。咁另外里边咧有一张好精美嘅一个产品嘅使用守则啦，仲有一张咧印咗咧玫瑰金嘅slogan 的一个牛油纸的 cover 去保护这个产品的。它里面呢就有四支的安瓶，而每一支呢我看到它呢都是很细心地用一些塑胶的封条包裹好的，确保个品质优良的。另外呢它就每一支都会配了一个滴管，而这个滴管呢很细心，它都用了一个纸管呢先包了这个玻璃管的，确保它不会破损啦。咁呢个咧，我非常之欣赏公司嘅呢个设计噶。咁咧，而每一支嘅安瓶咧，我哋见到啦，而家佢嘅呢个四个颜色咧都系透明亮白嘅。咁之后咧，我哋一阵间咧会将佢咧用一个好神奇嘅方法，令到佢变成咧我而家台面前边呢四只唔同嘅颜色噶。咁我首先介绍下呢支零号嘅安瓶咧，就叫从零开始。一号嘅安瓶咧就系亮白光彩，二号嘅安瓶咧就系黄金驻眼。而三号的安瓶就叫奇迹焕明，四支的安瓶其实都有相同的基底成分的，它们包括有男同性态、五性态和九性态的。究竟性态是什么来的呢？性态就是由很多个不同的氨基酸缩合而成的，它的分子大小就等同于纳米级的，它是可以很快地深入去我们的皮肤的底层，被我们的皮肤吸收的。而五性态它的功效是有什么作用呢？它就可以帮我们增强了这个胶原蛋白的增生，帮我们可以做到紧实皮肤 firming 的作用的。而九性态呢，它就可以帮我们对抗自由基的，令到我们皮肤有美白和紧致提升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帮我们阻碍黑色素的生成的。而最后那个男同性态呢，它本身的分子是非常之小的，所以呢它很容易渗入皮肤的底层，帮我们的皮肤做到修复的作用。而它也可以帮我们增加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的，所以它也可以帮我们做到紧实皮肤、增强肌肤弹性的作用的。好了，现在就等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每一支的安瓶它们的成分和它们的功效了。首先我会介绍这支零号从零开始。咁咧，佢本身嘅基底精华里边咧，亦都加入咗一种叫 Baby NMF 嘅一个保湿因子，同埋咧有一啲用微脂粒包裹住一啲草本精华嘅一个分子喺度嘅。咁究竟系咩微脂粒呢？微脂粒咧就系喺呢个透明嘅基底液里边，你会见到咧白色嘅一啲果粒咧，佢就系叫微脂粒啦。咁而佢嘅焕彩成分咧，主要就系孔雀石萃取。孔雀石嘅萃取咧，本身咧就可以帮我哋嘅皮肤咧增加个保湿力，令到我哋嘅皮肤达到咧紧致啦、水润嘅作用嘅。咁咧，孔雀石萃取究竟喺边咧？就喺呢个瓶盖嘅部分里边嘅。咁只要咧我哋咧按压呢个白色嘅按钮，咁咧嗰个孔雀石萃取就会落入呢个基底精华里边，咁而佢就会变色噶啦。好啦，而家就等我咧教大家点样去混合呢支安瓶啦。咁首先咧，我哋要将呢个保护嘅纸咧搣咗落嚟先。
跟住咧，然之後咧，我哋就按下呢一個白色嘅按鈕。咁大家見到啦，啲藍色嘅液體咧就已經咧跌咗落去呢個安瓶嘅精華裏邊咯。咁只要我哋咧輕微咁樣咧去搖勻佢哋。咁你就会见到咧，佢已经咧由头先嘅透明颜色咧变成咗一个湖水蓝好靓嘅颜色嘅啦。咁样我哋就可以开始使用啦。好啦，咁而家我就示范俾大家睇点样用呢支安瓶咯。咁我哋先搽喺手度俾大家睇下先。我哋先抹滴几滴喺个手度啦，跟住然之后咧就慢慢推开，你会发现咧你有啲微脂粒喺度嘅，咁咧其实佢系会溶嘅，只要你用少少热力按压住嗰粒微脂粒咧，佢就会爆破噶啦。咁就會深入咗去你個皮膚嘅底層嘅。咁只要我哋咁樣輕輕咁樣推，係啦，推勻佢，跟住然之後咧拍下佢，咁啲精華咧就會極速咁樣咧滲入咗去我哋個皮膚嘅基底層裏邊。好啦，當我哋用喺面上面嘅時候咧，我哋咧就會用一泵搽喺額頭上邊，一泵喺左邊面，一泵喺右邊面，同埋一泵喺頸喎。記住頸我哋都要做修護噶。跟住之後就按我頭先教大家嘅方法去搽勻佢，咁咧就可以噶啦。係啦，而家咧就等我介紹咧一號呢個亮白光彩安瓶啦。咁咧佢本身嘅基底精華裏邊咧加入咗12種維生素複合配方同埋凝水 brightening cook 組合而成嘅。咁佢可以幫我哋皮膚咧提升咗呢個亮白度，同埋令到我哋嘅膚色均勻嘅。而佢嘅幻彩成分維他命 C 咧，亦都係儲存咗喺呢個瓶蓋入邊嘅。咁只要我哋咧混合咗佢咧，就可以使用噶啦。咁我而家就示範俾大家睇點樣去混合啦。咁我哋都係按壓呢個白色按鈕啦。咁你見到咧啲粉咧就跌咗落去嗰個精華裏邊啦。咁我哋就搖勻佢。咁我哋咧就開始咧見到咧有少少微黃色啦。咁其實咧，因為咧維他命 C 粉咧係需要時間咧去融化嘅，咁所以咧我哋搖勻咗之後咧，我哋擺埋一邊靜置兩個小時。咁之後咧，你再咧用之前咧搖勻佢咧，咁就可以使用噶啦。咁咧，因為維他命 C 咧係一個好容易氧化嘅材料嚟嘅，咁所以咧建議混合咗之後咧，要喺一個星期之內咧要用曬佢。咁如果你未用曬而佢咧開始變成一個深橙色嘅話咧，代表咧呢支安瓶咧已經氧化咗，咁就唔好使用啦。另外咧，就係因為維他命 C 咧本身咧佢有光敏性嘅，咁所以咧我建議大家係夜晚使用呢支安瓶嘅。如果大家真係好想朝頭早用嘅話咧，咁咧一定要喺用完呢支安瓶之後咧，要搽一啲高防曬系數嘅防曬霜喺面層，去防止吸收紫外線，咁樣先至會有效噶。跟住落嚟，我會為大家介紹咧二號嘅黃金駐顏安瓶，咁佢咧就係由八種性態組合而成嘅。咁包括咗有白老冰花性态、蓝铜性态、三性态、四性态、五性态、六性态、九性态同埋棕榈酰三态嘅，仲有就系佢加入咗24K 嘅黄金金箔，同埋采用咗凝水 lifting cook 组成嘅。咁佢可以帮我哋咧紧致我哋嘅皮肤啦，抚平细纹，亦都可以帮我哋嘅皮肤增加翻我哋嘅营养。它可以令到肌肤回复 Q 弹的状态，用 24K 黄金金箔来搽面，我觉得非常之高贵啊。而它的幻彩成分呢是白藜芦醇，白藜芦醇可以令到肌肤充满一个生机和活力，而且它亦都提供了一个紧密的锁水网，去将我们的营养成分锁住在皮肤的底层，令到干燥的皮肤回复水润弹性的。咁咧，白藜芦醇主要咧就系藏咗喺呢个瓶盖里边啦。咁我哋而家咧就示范俾大家睇点样将佢哋混合咯。咁我哋都系按压呢个白色按钮啦，将白藜芦醇咧注入翻呢个基底精华里边。大家见到咧，佢本身有啲啡色嘅液体咧渗咗入嚟啦，跟住我哋就摇匀佢。咁你就會見到好靚嘅黃金嘅淡啡色嘅狀態啦，咁我哋就可以使用噶啦。咁我而家就試下點樣用先。
咁啊都系掹咗个白色纸管出嚟啦。跟住我哋就吸一泵，搽上手上边。哇、啊！大家睇唔睇到啊？有好多金箔喺度啊！咁咧，只要我哋咧将佢慢慢咁样推开，啲金箔咧就会好快咧就俾我哋手嘅热力咧去渗入咗我哋嘅皮肤嘅底层啦，连埋啲精华一齐咧渗入去。咁你就会见到我哋嘅皮肤咧即刻水润啦，有亮泽啦，同埋咧充满咗弹性嘅。跟住落嚟，我会同大家咧介绍咧三号呢支奇迹焕灵嘅安瓶，佢系由乳酸胺啦同埋六种胜肽组合而成嘅，包括咗有男同胜肽、三胜肽、四胜肽、六胜肽、九胜肽同埋中女酰三肽，另外亦都加入咗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泡物同埋凝水 aromatic cook 组合而成嘅基底精华。咁佢可以帮我哋咧提升皮肤嘅保湿力啦，加强皮肤嘅防护力，令到我哋嘅皮肤咧可以达到水润紧致嘅作用嘅。而佢嘅焕彩成分咧就系蔗糖白硫酸之类，佢嘅功效咧就系可以帮我哋提升皮肤嘅保湿力啦，加强我哋嘅皮肤嘅防护力，同埋令到我哋嘅皮肤咧紧实 Q 弹嘅。咁我而家就示范俾大家睇点样混合啦。咁佢哋咧本身系一个浅紫色嘅一个液体嚟嘅，咁佢混合咗之后咧就变成咗一支好靓嘅浅紫色嘅精华啦。咁我哋咧就可以搽上手，俾大家睇下咧究竟佢系点样可以帮我哋做到 Q 弹啊！搽上手咧，非常之清爽啦，同埋咧，你会发现咧，你个皮肤嘅水分咧，即时补充翻，同埋咧，所有嘅细纹咧都紧致咗嘅。呢套凝水焕彩安瓶套装，我建议大家咧配合咧按摩嚟到使用，咁佢嘅效果会更加快同埋明显噶。仲有一点大家要记得啦，就系每一支安瓶咧就建议喺一个星期之内用完，就系由零号开始，每一支用一个礼拜。跟住，然之後咧，順序咁使用，你就會發覺四個禮拜之後，你個皮膚會焕然一新，有一個重新嘅感覺噶啦。嚟緊咧，呢套凝水焕彩安瓶套裝咧，會喺香港上市喎。大家記得咧，留意一下官網嘅正式嘅公布發售時間，千祈唔好錯過啦。咁今日我同大家嘅分享咧，就到呢度為止。期待咧下一次咧，再同大家分享其他嘅產品。好啦，拜拜。